婷婷，我在这儿呢。那我们走了啊。伯父，你那么大声喊什么呀？生怕别人不认识你啊？我来接我对象，我管他们怎么想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喊那么大声了，现在全县人都知道你是谁了。 你现在可出名了，我们班上的好几个同学都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说你们搞的承包和寄件都成了县里的典型，还说什么时候要去小雷家学习呢。明天不行。什么明天不行？明天肯定不行，他们要学习的话，让他们改天再去。你明天有什么要紧事啊？明天六一啊。你都这么大人了，你还过六一儿童节啊？儿童节怎么了？ 要是咱们俩努努力，明天没准就有人能过上儿童节了。咱们俩努努力，怎么就有人过上儿童节呢？呸！不要脸！嘿嘿嘿，你可上我们家去过啊，全村人都知道你是我对象，你想赖可赖不了。嘿。 再想后悔，晚了。你回去吧。哎，给我，我渴了，进屋喝口水。那你在这儿等着吧。 我进屋给你倒一碗出来，大老远的骑路了，腿都累直了，我借你歇会儿吧。你就不能在你的自行车上坐会儿吗？我饿了，这么晚回去，我妈肯定没给我留饭，又得饿着肚子睡觉。明天干活肯定浑身没劲。那这样，我进去给你拿点干粮，你在这儿等着。 你要干嘛？我没干嘛。你忘了上次我拿笤帚揍你的事了？你忘了，现在还疼。你可别逼我打你啊！我爸妈可在屋里，打你不好看。 你回去吧。一点都不心疼我。你最近在砖厂上班，回去还要管小雷家的事儿，你以后不用接我来下课了。那不行，每天接你送你那是头等要紧的事儿。你那么累，真心疼我，我倒有个好办法。 你要再说不正经的，我就真不让你接了。正经。哎，雷东宝，你干嘛呀？东宝，妈，把平平嫁给我吧，我保证对她好，对你们好，对小辉好。你瞎说什么？你快走啊！早晚的事儿嘛，咱俩早一点在一起，不是更好吗？反正我是不会答应你嫁给别人的。 对了，彩礼的事儿，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。谁说让你的彩礼了？你快走吧，你后天再来找我啊！干嘛后天过来找啊？就明天，明天是六一儿童节，是个好日子，咱们俩去登记去。答应我吧。我数一二三，你如果答应的话，就留在这儿；你要是不答应，你得走。 一，二，三，你答应了？你答，爸妈，他答应了。不算不算，怎么不算？你答应的，爸妈，我明天再过来，带着我妈还有保证书一起过来。哎呀，别太晚。
这事儿也太儿戏了，萍萍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和你爸都听你的。 只要他对萍萍好，萍萍，你答应了，我们就答应。彩礼就算了，但咱们是规矩人家，结婚也得讲个规矩。你啊，得让东宝请个德高望重的媒人来说媒，啊！你们怎么快到了？天哪！在里边，快快！妈，阿姨好！恭喜恭喜！我们都是送一。 谢谢了，哎呀，啊，在这边快去吧。好嘞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真漂亮，谢谢，快快快快，大伙儿请坐，请坐。 接萍萍来了，爸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让萍萍受一点委屈的。这个，谢谢。洪伟哥，一会儿啊，你负责用自行车把我们送亲的年轻人拉过去，一共29个人。 昨天我跟大哥都路是到具体人了，明天在你这儿吧。那这儿，啊对，对吧？啊，还有11位长辈要坐拖拉机过去，这个是职工哥负责，还人呢？石峰，哎，喊你呢。你说，怎么了？拖拉机是你负责吧？啊，是拖拉机是我负责，对啊。一共11位长辈，你记得啊？哦，有11个长辈是吧？行行行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了。 对萍萍好的，你们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这俩人真般配，是吧？石根，哎石根，哎哎，过来，打水你不看看对地方啊？这四爷，走了走了，他妈这么说你叫，快快快快，走了走了，进来了。 让你们迎亲来的。
你们好，自己来相亲来了，找着对象没有？等会儿哥，不是你说的吗？送亲里边姑娘多，让我们自己凭本事找对象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不是你就记住这一句了是不是？我让你给小雷家长脸，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东宝书记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小雷家人都记在心里。对啊，徐县长说东宝书记是全县的典型，典型，所以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对。爸妈，那我带平平走了。东宝。好好带平平啊！哎，大后天要早点回来啊！我和你爸做好了饭等你们。嗯，走吧。走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出发了。走吧走吧。东宝书记是排头兵，拍手。好，好，好，万物生长靠太阳，嫂子来了，给我们带吉祥。小雷家的光棍们呐，都响。鱼儿离不开水，花儿离不开阳。呀，安哥拉茶房铺的新娘啊，老娘。